庭从小爸爸哈就是非常的这个照顾我们，然后这些小孩子都长大，大家都也都成年，也都没有在他们身边。那爸爸还是跟妈妈两个很坚强的自己在过生活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即使是觉得很对爸爸妈妈很抱歉，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。但是今天父亲节，爸爸又我爸爸获得这个模范父亲了，然后我们一定要特地回来，让爸爸非常开心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父亲节。爸爸父亲节快乐！啊，是这样。平常在家很辛苦的照顾我们，然后还要辛苦，之前还要在外面工作，那感谢父亲照顾我们，那父亲节爸。父亲节快乐，爸爸我爱你。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好，谢谢。我爱老爸，青春一下，掌声欢迎金舞台秀。Thank you.
郭慧煌副总经理，欢迎您，谢谢你们再次赞助我们的太平洋的礼券。欢吼，这魔幻父亲有很多是我们里长提名的，那我们里长一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，好不好？今天接受封锁表扬的各位魔幻父亲啊，我们立法院我们苏贞清立委、钟嘉宾立委，还有我们前市长叶秀山叶市长，还有我们代表会由萧国亮主席所带领的各位代表先进、各位里长、各位陪同的啊保眷、各位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前面之中，咱屏东市公所啊庆祝啊父亲节所表扬的魔幻父亲的活动啊，如此在咱公所的五楼举办。我要来向咱各位，今天我们接受表扬的各位爸爸们、各位父亲们啊，以十二万分的敬重之意啊，今天你们接受表扬啊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你伫咧说的时阵，你看阮今仔日所摆的诶装饰，拢当是咱红布的物件吼。啊，咱做少年家的时阵，可能你拢经历着啊，咱遮的诶景色吼，咱遮的景致，咱拢会回想着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咱工作，咱的主办单位啊，特别的啊来装饰这个场面吼，啊红布的。诶，风格来表扬咱今年度诶魔幻父亲诶表扬活动啊，即啊，要向咱各位，咱今天接受表扬的各位爸爸们啊，刚才讲你们爸爸节快乐之外呢啊，因为咱要办一个活动，拢一定爱带一个单位啊，带一个啊所有的工作人员来甲咱合作啊，上辛苦的就是今仔日咱推荐咱只李总们吼。咱只李总先生，代表咱只代表先生，啊，把恁伫啊乡乡里里面，啊，把你们吼啊推举出来，你们平常对家庭的啊资助诶，可当讲是爸爸亲像亲像天啊吼，啊，爸爸是长寿，可当讲当初咱苏贞清委员，老母讲我爸爸也好厉害吼，我真正非常佩服爸爸吼。大家拢会感恩吼，爸爸节也好，啊母亲节也好，啊咱大家拢谢谢，拢以足感怀啊足心动的行动，啊来甲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啊来甲表扬，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接受表扬，啊的各位爸爸们，啊你们接受资工所的表扬，就是表示社会对恁的肯定，社会对。每一个啊工作岗位上，他们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很精英的，诶，那讲替咱小的，而且中年，而且咱的支柱吼，啊，感谢恁各位，咱今日就是表扬咱家爸爸们吼，啊，最后敬祝啊今天与会的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啊、各位乡亲好朋友，大家都心想事成，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感谢各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咱在座所有的爸爸们吼，其实我是爸爸了，啊，今天非常难得，有你们的贵宝眷来陪同，来参加这个我们市公所所举办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，我们现场的贵宾呢非常多，那首先要感谢我们市长呢，你也看见了，这个是复古风味哈。刚才他的历代都是隐归谁，所以市长还有我们市府团队非常的用心，也非常感谢我们苏贞清苏立伟，我们钟嘉宾周立伟哈，还有我们的前市长叶秀山叶市长也是我们这次立法委的参选人，各位议员还有很多我们之前的同事，现在都蛮先夸这一轮的，我们林副主席，还有我们所有代表会的同事各位里长、各位贵宝眷、所有工作人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吴局长，非常难得。
这一次呢，我们计划是还有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呢，非常非常用心，在这边要感谢大家。请代表代表会祝福我们所有在场的贵宾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、所有的里长、所有的模范父亲，还有贵宝眷们，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，也要恭喜熊引金熊怕扁哦，那呢林吉丢啊，朱先富朱先，还有九位员，还有咱立委参选人林市长哦，还有姐姐议员代表一丢，所有现场的爸爸们，还有我们的家属们，来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来婆乡好兄弟的姐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。谢谢委员，谢谢。看到这台空兵车哦，我都要问市长，我这是什么年代？我市长讲，你跟我差不多，咱拢同年代的啦。哦，这个是差不多在咱三四十年代的这个故事哦。那么看见这一台脚踏车，这个身影就是爸爸带着小孩，很明显的一个轮廓。所以嘛，我想到我爸爸赶快，市长爸爸哦，炸得无滴诶，所以伊敢开较轻。我爸爸哦，即嘛嘛八十岁啊，所以我拢改冰箱，所以哦。我嘛表要甲所有的爸爸们讲哦，我已经两个月无一寸，对我骨主看我是大人，所以今天下午我应该要马上行动才对哈。所以在这边呢，看见所有的父亲们真的献上满满的祝福啊！能够哎，爸爸就像一座山，随时保护着我们，保护着照顾着我们的家庭，献上满满的祝福，就有所有的父亲们，大家佳节愉快，大家现在给公叔叔顺利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他所带领的青春有活力又美丽的事务团队，还有呢，我们萧国亮主席代表的我们所有市民代表，所有立丢阿德华里欢迎贺同书，那里首位王，还有我们的县议员，还有以前呢我们叶前市长啊，所有在几位好朋友来站长友，几位长，今天哦，大家都说八八节啦，因为八八会发发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叫我父亲哦，就是讲哦，有人寄迄个账单来，你也付我签啦。所以呢，从小到大，爸爸就是我们家里的经济支柱，所有的工课伊都爱担起来，所有家庭的开销伊都爱来支出。但是时代不同啊，现在呢，咱做爸爸哦，有当家要扮演严父，要为出外打拼赚钱养家，在家里呢还要跟妈妈一样来照顾孩子哦。所以现在的爸爸呢越来越辛苦，但是呢，怀念着咱的当年爸爸，我相信咱在场所有爸爸吼，恁都有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，今晚也要享受接受我们子女的照顾，接受我们子女的祝福吼。所以，请我们在场，咱的所有模范父亲，咱的家里呢，免即摆走吼，回去偷偷的跟爸爸亲一下好不好？父亲节不要只有父来亲啦。祝天底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哈，今仔日我想要抱着的心情，和大家模范父亲肖翔的心情，安尼这个屏东市的大家长，我们林协忠市长，以及代表会萧国亮主席，还有一翔副主席、一信副主席，我们伟成兄哈。那今天很早就到会场来跟我们模范父亲一起共同鼓励，也一起共同祝福的我们的苏贞清、我们的苏委员，还有钟嘉宾、我们的钟委员。那在场当然后看到我们有包括李世斌议员、陈阳议员、唐玉琴议员，以及相当多的这个议员一起共同来祝福，还有我们的代表会的所有的代表先进一定在场所有的立场。啊，上重要是今仔日正港的主角，我们的各位伟大的爸爸、各位模范父亲，以及我们各位一起陪同我们今天受奖的模范父亲的各位家属、保眷、贵宾、好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开心，大家祝福，也大家有共同今天一个温暖、温馨的一个父亲节，尤其今天是我们复古版的这个父亲节的一个场景哈，看到了我爱爸爸，青春一下，让我们心里刚才大家都有很多的激动。啊，其实安怎讲吼，过去伫美国在盖章底的时阵，有这个
个战乱，大家希望社会安定，那虽然希望小孩安定，所以才有这个庆祝父亲节的由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爸爸代表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重心，爸爸代表的也是一个社会的力量。阿台南卡官哈，我想苏委员哈有在讲，阿中有在讲，伊讲吼，真久吼无陪家己的是大人，啊，想在某些的感慨啊。这段时间在培养算计，嘛介侪时间无培养，培养着家己的吼爸爸，所以伫遮吼，看到各位模范父亲的感受着吼，各位伫我的心内个想，想咱的爸爸肖像，啊，所以嘛要伫遮吼，祝福各位爸爸吼，这个今天除了是得奖被肯定以外，也要祝福各位爸爸吼，都能够身体健康吼，福如东海，啊个想入寿山肖像吼，甲大家祝福，祝福大家寿比南山，那也。祝福今天的父亲节表扬大会圆满成功，各位贵宾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祝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推行。
Thank you.
的精神呢，深受我们邻里的好评，真的是非常的热心。
诚意待人，工作勤奋，热心服务，组摊为子女年轻后辈的表率，当选模范父亲，实为当之无愧，再次恭喜美玉爸爸。恭喜恭喜我们的美玉爸爸，非常的光荣哦。我们市长亲自帮忙，我们的感谢状，还有我们的李建浩，我们的爸爸，服空军27年哦，然后他是以上校退伍哦，然后他因为身兼飞机维修专长，退伍后就进入我们民航公司担任民航器的工程师，哦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妙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金国伟金爸爸。才德兼备，值得他人效仿，作为邻里父亲楷模，值得表扬。哇，恭喜恭喜我们的金爸爸，再次恭喜，谢谢你哦，金爸爸。也谢谢我们的家属热情的参与，谢谢。代表议员十三太后，谢谢你们一起，我们的洪汝京洪爸爸哦。原本只是在家工厂制作，但是为了跟上帝家庭状况呢，所以他进入客运公司哦，因为是很辛苦的，再次恭喜，非常的辛苦，谢谢。这次爸爸热心相助，待人处事广为真道，对子女的教育，他是楷爱的教育，让子女能够适性发展。好感人的画面，好温馨的画面，真的是。恭喜我们的书记。
个正名见证爸爸呢，为人热心、补善、补道乐善，好，他都学过性本领证哦。正名见证爸爸。热心助人，再次恭喜我们的。
捕捉下最美好的一刻。恭喜恭喜荣获108年度模范夫妻。恭喜今天呢是要邀请到编导70秒上台接受表演，哇，非常的感动。市长上台的是他爸的手，一起走到舞台中间，舞台中间一起接受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